你好，中午的12:35，台北美食社长晚餐，早午餐社长午餐。社长现在在台北的宏康港式饮茶，现在人山人海，那个坐了好多人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坐了很多人。那么社长在那边点了一个广州炒饭，有没有看到广州炒饭那里面有叉烧，有虾仁，加拿个生辣椒酱油。社长普通不是像昨天吃一条半只鸡啊鸡汤，大部分都是点一个炒饭而已啊，一个炒饭200多块钱啊，社长只有点一个炒饭200多块钱，这是台北美食社长午餐的报道。社长在台北的宏康港式饮茶点了一个广州炒饭，那广州炒饭